干嘛干嘛？又要吃零食啊？天天吃零食，妈妈都快养不起你了。你看看咱家这条件啊，你看，这，你看，你看，家徒四壁的，连个沙发都没得，你就不能克制一点啊？是不是？能不能克制一点啊？能不能吃不起了？穷光蛋还吃？那布丁穷光蛋，布丁穷光蛋，是不是？ 你要是真的想吃呢，也不是没的办法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给我私房钱呢，对不对呀？哎呦，有天哪，天哪！哦呦，一毛钱啊，这么大方啊！不行，还有没有？嗯，还有没有？一毛钱想吃我一包零食啊？这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？<笑>还有没有私房钱呢？拿个大的出来，小气巴拉的。还有没有？ 一毛钱不行哦。Oh my god， 这个我喜欢，50块呀！天哪，你好有钱呐，煤老板。<笑>啊，我给你，我给你啊，拿去吧，去窝窝吃吧啊。哎呀，今天收入不错啊。<笑>